好，马萨路啊，德米兹拉马山德拉伊玛达，今天的圣贤，哎，坐下，大主主主，我第一个要感谢天主，那么感谢天主给我们机会，就说补血，那么也感谢天主，让我们心想事成。马萨路，第二个，我特别感谢我所有竞选团队的每一位啊干部啊，每一位工作人员啊，丁木纳，马泽鲁兹里萨玛亚，你们在打卡档，沙丁木纳，朱拉朱拉伊萨玛亚啊，你们在打卡档，啊，布沙拉沙拉扎，他们两个人在哪呢？第七八线，马萨路。啊，在那么那么三大山，昨晚那么那上山上，啊，向我们所有工作团队、工作人员，啊，请功。如果不是我所有的竞选团队跟工作人员，啊，包含各村的村长，我们乡民代表会以及我们顾问团团长林岩。我这一次没有坐宣传车，我这一次没有坐关东旗，就是旗旗，但是到最后有很多人说看不到我的旗子，看不到我的啊户外的布条，所以我做了50条这个布条，所以有很多我在竞选期间准备的啊不是很多，那么昨天的啊包含12号的竞选总部的团结大会，我没有发邀请卡，大概有就2张，我给文乐的村长跟文乐的代表，我就给那2张，因为刚好我要去文乐，所以就顺便送那2张，我都没有发任何的邀请卡。那么那一天的团结大会在这个前面，我们用最节省最环保的方式来做团结大会，但是我很感动，很感谢所有来参加的长官跟所有的乡亲朋友，从一开始2点，从我们正式开始之前，那么一直到我讲完话已经路灯啊都亮了，没有一个人离开，所以我非常的感动。第三个我要感谢的是马萨万就抓你们怎么上了大大一个给我，不管是请我的2070票，这每一张都是干干净净的选票，我非常感动，非常感谢。那么另外支持我表弟的1924票，我也在这里感谢我的表弟，感谢支持我表弟的所有的乡亲朋友，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我们两个加起来就是将近啊3000多票哈，所以非常感谢我们所有今天有投票的所有我们来上的乡亲，不管是选1号或者是选2号，尤其选2号的，那表示我后面还有很多要进步的空间，所以特别感谢我的表弟李安妹，还感谢支持他的人啊，支持他的乡亲马萨路。再来我特别感谢我们所有全国地区关心我们来乡乡长补选的所有我们全国同胞们，尤其我们原住民的同胞，尤其我们所有原住民的各乡乡长、议员以及所有的立法委员，我想今天乡长选举，全国大概只有我们来一乡，对不对？对。所以很多关心我们的所有全国同胞们，谢谢你们的关心。谢谢大家的关心。最后
我也特别感谢啊，我的家里人啊，在前面我说家里人今天有到的啊，也非常辛苦你们，也谢谢我爸爸、我妈妈，在我第一次选举到第二次选举，我爸爸妈妈相继离开。然后我相信他们两位老人家非常关心，非常关心今天的结果。我相信我爸爸妈妈应该也在现场。那马萨鲁啊，最后我今天的胜选不是我个人，也不是我们团队，是我们来一乡想要改变，我们来一乡的乡亲是想要更好、更进步、更全方位的发展，对不对？今天我的胜选就到今天晚上，高兴一个晚上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的责任很多，我所讲的政见，我所讲的很多的事情，我必须要开始要准备，所以这是责任的开始。那么高兴今天晚上就可以了，明天开始我们必须要准备做事、准备工作。因为我也希望大家所有的乡亲朋友们，你们对我的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来表现在我的工作上，来为我们来一乡不分你我、不分部落、不分党派，我将跟代表会以及乡公所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全力以赴，把我们来一乡能够带到更团结、更和谐、更进步。拜马寿，谢谢大家，再次感谢大家，大家辛苦了，我们在这里再深深的一起恭马寿。